世辰傅海峰发球，刘小龙接发球，比赛开始，0-0。比赛开始，3-3。开场的气势，世纪城这边明显不一样。这也是因为有先前的胜，对，很重要。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心理和这场球的把握来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翻发球，1-1。宏伟发球。出现了失误啊！对方软压一拍，他这个想防一个空当。3-1。徐晨发球。双方现在都在抢整个前半场。被压制住。对，现在世纪城队这一方呢，感觉他们就是气势更足啊，而且呢而且，场上这三个人呢，就是衔接的要更快、更紧密。哇，又偷宏伟一个后场。还有，挑起来。继续进攻，现在想办法让宏伟到后面去杀球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多拍，从被动转为主动。对，这可能打了有40多拍吧，感觉。我觉得都应该50拍吧，50拍。因为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数不过来，数不清楚了这一下。所以每位运动员的个人能力都相当的强。对。希望厦门特防呢能够通过这个分的获胜啊，能够振奋一下他们的这个信心和士气啊。漂亮！挑球不够到底线啊，就中场伟对，他给宏伟在中场，一般是防不住。李小涵没有防好，顶住前面一个多拍之后，厦门特防队了整个气势有所上升。没错，漂亮。
反击。嗯，就是苏权抓反击也抓得很好啊。其实最重要还是前面宏伟啊，他蹬出去扑得这一拍，他以为把对方扑死，没想到傅海峰呢把这球又反弹回来，嗯，整个注意力有所下降。这节奏确实是太快。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广东队呢，他主要是徐晨和傅海峰呢两个人守在后场，把这个女运动员呢于晓涵呢是把她放在前场。厦门特防呢不太一样，厦门特防呢，你看他是就刘小龙在抓前半场，对，刘小龙在抓前半场。女运动员王小李呢，因为她这个能力比较突出啊，她在后场的接杀其实是接得很好，能够顶住男运动员的这个两三百的这种重杀。而且王小李自己也有她的进攻。嗯，王小李可以说在现在的女双运动员里面，她的进攻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嗯。界外，嗯，确实界外。这进球很明显，因为先前傅海峰跟蔡云有一场双打，嗯，无论输赢吧，可以算是一个热身。嗯，在今天的三打三到现在为止和开局，傅海峰进入状态的速度特别快。嗯，发球发得不好啊，这球被宏伟直接推扑。这一局大局已定，没错，因为毕竟5-10落后太远。嗯，因为徐晨这个挥拍是故意。11-5啊，广东世纪腾队的傅海峰、徐晨和于晓涵，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傅海峰发球，第二局比赛开始。今天厦门特防队啊，在速度上还是慢一些。没错，我也觉得有点慢。而且，从整个拿球的节奏来看呢，刘小龙在前场呢没有体现出他往前的一个优势。
对，你看今天就是厦门特防队很少能够创造出宏伟在后场跃起杀球的机会，而且你可以看到傅海峰在往前拿球拿得特别果断，嗯，就是我觉得就跟第一场的这个热身哈，对，可以叫做热身，对吧？就是你看今天就是宏伟没有什么后场跃起杀球的机会，没有，今天就没有什么进攻的机会，几乎被压着打，对。这个还不像五月一号啊，双方第一场的那个争夺，当时宏伟呢有很多后场跃起杀球然后得分的那种机会，那今天这比赛打到这儿，你看基本上就你前半场创造不出机会的话，那宏伟在后半场基本上是没有进攻的。对，有时候啊，女孩子杀球好用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平时都跟打双打男选手在打，你突然杀球特别轻，你改变了球速，你就改变了我的一个适应能力，嗯，和一个习惯，所以有时候出球你就不知道用多大的力好控制，嗯。王小李啊。嗯，挡网挡太高，对，这球就是于小涵想挡网以后自己上来，对，因为挡太高，对，这球处理太仓促，没错。机会，杀，假动作啊！这个球判断还是很准的。这一段时间，广东世纪城队失误还是偏多。嗯。拿前半场，你看啊，这个速度非常快。但是谁拿住了前半场啊，这个优势就会。转向谁？三打三跟双打是一样的，前半场很重要，它跟单打的单打就不一定有这么重要了。嗯，你往前被动一点都没关系。点杀跟进，啊！这球宏伟不应该。
洪伟也是一直在找机会，你可以看到他不停的在用点杀，嗯，打乱对方的击球点。嗯，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这个施继成这边呢，傅海峰已经把于晓涵挤到场外了。对，生怕女选手碰到球。对，就是都是我的，你要往前去吧。对。非常积极啊，注意力高度集中啊，盯着对方那个出球，快速的拉往前，对，看一下，再看一下，而且是整个身体前蹬出去，对，跃出来的啊。那于晓涵又站到外面去了。哎，你看再往前根本就不敢抬头，嗯，对，变成了就是一个男双在打三打三，嗯，这个球啊，也是因为发球，发的还是有点偏高。对，在观众一直听到我们说发球，其实这个发球呢，看似简单，其实有很多内容在里面。比如说你的握拍呀、拿球的方式啊，还有角度，就各方面的要求都很多，细节化很重要。嗯。这几分宏伟在后场的要求太高，嗯，虽然他采用了点杀压近，就压往前啊比较跟进的方式，可是要求点的落点太深，对，他想把这球压得尽量浅一点，对，让对方起球了投位不到位。又拖了宏伟的一个后场球。然后广东队呢是拿到了长点啊，发球失误。这球可能刚好跟刘晓龙的节奏对上。最重要的还是看出傅海峰啊是多么想要这一球，对，就是说他改变了一个发球的节奏的同时，也要求了发球的质量，嗯，所以造成了失误。11-10啊，现在是厦门特防拿到了局点。比赛打到这儿啊，就感觉反正厦门特防这边呢，宏伟和小李的发挥呢，其实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啊。
他也是从被动转为主动。没错没错。这球被宏伟拿到了一个半场杀球的机会啊。谁先拿到碗前的先机，谁就有取胜的自保，可以说。因为现在打到这种分上，双方手都紧，都不愿意起球。看这拍发球。复制了五月一号的这个胜利啊，拿下了这场3-3的争夺。嗯，这样的话，大比分呢现在是主场的东莞世纪城2-1啊，领先于厦门特防。那个这场3-3呢，就是感觉厦门特防没有完全发挥啊。其实宏伟和小李的发挥今天都打了一些折扣，都不是发挥的非常的充分。我觉得毕竟不是主场。多多少少在主场这边还是守着天时地利人和，还是会偏一个主场。